嗨，我是葡萄，欢迎来到我的游戏频道。那今天继续玩我们的 RO 星际传说。OK， 那在上一集决定来这个古城嘛，哦，久违的古城来练功了。OK， 那我们就可以准备去修道院了，就是要去什么地下公墓，然后修道院，然后打打恶灵跟暗神关，暗神关。OK， 那最近就是我的影片留言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说，为什么我不要去拿伊甸园的装备？那这边嘛，等一下，这毕竟有点大，所以先关小声一点。那这边先统一回答，就是说，我玩的是个怀旧复古的，就是玩回忆的，玩怀旧的，然后就是会拿以前的老装备。所以，除非就是说真的收不到，但是我就是除非真的收不到啦，那我会尽可能拿以前的装备来玩，好不好？就拿以前的复古装，像这个什么斗篷啊，什么钢铁手指甲啊，什么战靴之类的，还有什么金属头盔啊，还有什么发夹，反正就是玩二十年前的装备啊。好，那我当然知道，就是说现在可能去解伊甸园，然后解个任务，然后就有装备可以拿，但我不想，好，我就玩个回忆的，好不好？OK， 那所以就其实我影片标题也有打，就是怀旧练功日记。所以我玩这个系列嘛，就是算是补，就是把自己过去失去的没有完成的给它补回来而已。好，那我们就继续。哦，这个古城是那个音乐吗？我记得我以前玩的时候好像没注意听它的音乐。然后他音乐，不知道他音乐这么吵。OK， 那我们要去修道院，修道院在中间，就是中间偏下一点的位置。OK， 哦。而且我发现嘛，就是说以前玩 RO 的时候，我都不会去注意，就是说这古城有哪些地方可以走，因为那时候就是请一位小法。啊，不是小法，讲错了，对不起，小福，或者是请一位祭司，然后说可不可以搬船骨啊？搬船骨，现在应该没有搬船骨了吧？现在好像我记得现在我是找一位 NPC， 然后他就把我传送到附近了。哦，啊，到，好，到中间了。然后以前这个水池吗？我们都会说它灌水泥，都会说这个中间这个水池是灌水泥的。OK， 然后这边，我靠，哦，我还以为这是玩家哎，结果是 NPC。然后这边以前就是很多人都会在这边组队啊，哦，这边也会有人卖水、卖苍蝇翅膀、卖补品，然后就有一些人会说在这边组队，然后就说自己是什么职业，然后缺组之类的，然后缺打手啊，缺输出。OK， 那我们就准备进入修道院哦。哦，修道院，克雷斯特汉姆古城，克雷斯特汉姆古城 ，OK。然后这边 BGM 非常的，哦，透明之布，我要捡，给我，OK。那我们就直接开打，哦，打一下六百多哎，哦，升等，直接升了 ，OK。那一样点我们的哦。哦，靠呗！哦，哎，不是啊，他轰我一下1000多哎，他暗属性攻，好像暗属性吧，还是什么？轰我一下1000多，哎，可以帮加加啊，大哥。然后这边 BGM 嘛，就非常的震撼。不过一般来讲是，哦，靠呗，为什么你还打得到？我防御有我回避有这么低吗？但一般来讲，就是说，哦 ，miss， 哦，这个邪恶香是当初的小福克星，邪恶香嘛，当初的小福克星。其实一般来讲，大部分的人不会在这边练功啊，因为这边的地形很崎岖，然后又怪，其实那时候怪的密度也不会说很高。哦，靠，好痛哦。然后这恶灵吗？他死的时候他会叫一下，然后他下面有个血盆大口。哎，怎么？哎，他命中率怎么那么高啊？我感谢，哎，靠背，我感谢一，
两下狂击一只恶灵哦，真的假的？我不知道现在这个 R 的血量，等等，他音乐太大声了。OK， OK， 哦，两下一个暗神关，两下一只恶灵，两下一只暗神关。我记得以前我记得以前伤害真的没有这么高。我记得我以前用剑士来打的时候嘛，狂击一下大概七八百而已，还是因为我拿圣属性武器的关系啊，或者是说他可能现在改成 R 版之后有强化过了。哦，他那笑声真的是非常的让我不舒服。完了，我觉得在这边我练功，我水情，我水会耗很快，而且他们为什么他们啊靠呀，中黑暗。我中黑暗呀，大哥。哎，等一下，我那个输入法切到哦。小福克星，哼。我看一下一只几爬，一只哎，可以帮佳佳吗？谢谢。Thank you。谢谢你。然后我。哎。谢谢你。OK， 好，我们要当个有礼貌的玩家。感谢。哦，他应该是某个人分身啊。好啊，并那个要赶快争取那个珍惜加价时间。哇靠！哦天啊，好好练哦，有加价就是不一样，暴击1000多哎，各位观众朋友。啊靠！我按错了。哎，好像没差。一只203%。哇，快哦！哇靠，超快的。哦，有这么容易暴击吗？啊，对了，顺便跟各位说一下，我之后等我这个敏奇练到转身99，干你老师，你给我黑暗干嘛呀、啊？等我练到转身99之后嘛，我就会去练一只敏暴击了。哦，我打算就是说全以前的古早玩法都给他玩一次，好不好？哎，你们搞错啊！我猜翅膀飞在同一个地方。这边是有人在解任务吗？我想说要个佳佳，可帮佳佳吗？哎、欸，不理我，好吧，他们可能在忙吧，好吧，先这样吧。啊，这祭司干嘛的？可帮佳佳吗？没有理我，好吧。我现在攻速多少啊？186。我85等之后就可以准备去喝那个。
我八十五等之后就可以喝波克色药水。暗神观音之耳耙、哦。快升等个。升等，谢谢。然后这个时候点我的点那个点敏捷哈。啊，之所以为什么会来这边练，而不去另外地下公墓练？因为地下公墓有一只叫现在改版之后有个，哦靠北，我被诅咒了，干！因为现在地下公墓改版之后有一个怪物叫暗神官，啊不是暗神官，黑暗祭司啊，我讲错，黑暗祭司啊。不然以前那边其实就是黑暗祭司，他98等，我现在等级打会有点吃力。那当然我之后也会先练十字军啊，我这也会练十字军，然后练十字军的话就可以，比较方便打不死系的怪物。这透明之布都要剪一下，这是很重，哎，有人在收的好不好？靠，这边怪命中有这么高哦！现在是改版改成怎样？我记得我以前玩骑士也不会也没那么容易被打到啊。哦，OK， 我先去看一下，看一个网页。然后这是20的资料嘛，然后他现在77等，跟我等级差不多，然后血量只有5000多。然后这边暗神官是多少？ 80。 所以我打暗神官的等，诶，我打暗神官的金应该会更多才对啊。怪怪的。OK， 直接等级升等，选手剑水。双手剑速度增加，看一下现在多少，184而已哦，因为我加没了。哦对了，然后在好像在上一集我已经有说过了，先打怪。在上一集我已经有说过，就是说这个绯红色双手巨剑嘛，那我看。等，我要解说嘛，不给我解说的。然后在上一集有说过，这个绯红色双手巨剑，其实我要收的是一般的，就是以前最古早的那种双手巨剑，但是我真的收不到，我已经就是挂好几次聊天室嘛，然后就很少人理我，那我当就只好去收这个啊，就加减用啊。靠背，这样子也中诅咒，诅咒，不要诅咒，不要诅咒，拜托姐，不要再给我诅咒了，我快受不了了。你们搞错。而且以前 RO 很多很多漫画嘛， RO 很多漫画都会用那个，就是骑士会来修道院这边，就是骑士会来那古城这边啊，很多以前很多 RO 的漫画都是以这个为主题哦，骑士来修道院这边。靠，又被诅咒，干咬丝欸。我觉得这边好像有点不太好练欸。因为被诅咒真的很烦，那当然如果有一个祭司在旁边应该最好的、啊。OK，
一直是暗神棺材2%哦。哎，不过也可以啊。哦，对，就是这边，各位观众朋友，就是这边，这个就是以前小那个小福嘛，就来这边练功的人最容易卡死在这里的地方，因为这边嘛，如果这边没有怪，那还好哦；如果没怪，那倒是还好。但是如果有怪的话嘛，很多人就会在会很多一转职业都会死在这边，真的哦，没在开玩笑，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所谓小福克星、小福坟墓的地方，好不好？因为其实这边是不死怪的，就是很多不死怪嘛。那很多一转的小福都会来这边练功，然后他们都要经过这个门哦，这个生死之门。然后有时候这边会卡很多的那邪恶香，卡很多邪恶香。然后邪恶香就是攻速快，然后对小福来讲又很难打的怪。然后如果好几只的话嘛，你们就知道啊。哦很好笑，对，就这里。我记得好像要走旁边吧？哦，对对，走旁边。我想起来了，各位观众朋友，我想起来了，就是以前要这样走过来，哦，从这边走过来。哇，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哎。哦，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我要做个封面说图。呵呵哦，你看这边，生死之门就在这里。呵呵OK， 好，继续练功。不过这边的 BGM 其实我觉得一直都不是很舒服啊。那其实早期这边也是很多外挂，就是这个地图也是蛮多外挂的啊。为什么会有外挂？因为20嘛，20它会掉那个掉透明之布。就这个哦，20它会掉透明之布。那这个透明之布是一些材料，就好像我想起来好像炼金术士的什么火药品的材料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哦，直接等级升了。好，再点反击。然后暗神棺他那时候会掉骷髅法杖，哦，骷髅法杖，然后骷髅法杖嘛，就哦，你看帽子，我打到帽子，哎，靠腰，我来看一下帽子是什么，20的帽子是什么？看一下，哎，在这里吗？哦，婚礼头纱，我要结婚吗？然后暗神棺啊。是这个吗？哦，这个骷髅魔杖啊，这骷髅魔杖是当时很多很多小法师他们哦，哦，狡猾暗神棺，好，这骷髅法杖是当时很多小那个，我靠，他一下就打死了。这骷髅法杖就是当时很多法师嘛，法师会去穿的装备啊。哎，我发现我蓝水快没了。这边好像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好练，我得下去了吗？我得去那个地下公墓了吗？不知道会不会遇到黑王欸。应该不会啊。黑王卡是很憨的卡片。应该那边早就被一些高等的玩家还是什么哦给霸占了。欸，又升等了，好。靠北。哦，我升等，但我升等然后中黑暗。哎，玩错，靠北。哎，大哥，给点尊重好不好？给点尊重。
哦，女原始好。看一下哦，点点这个点敏捷，还是不是应该点第一克斯啊？不然很容易 miss 哎、欸。72等，我这么懂恶灵，为什么他死掉的时候还要再笑一笑？靠，这邪恶香我不要去打他，哼，超烦的。不要诅咒哎、欸，靠背。两拍手，拍手破音。因为我现在跟你共时间是半夜，然后我不能太大声，然后我有时候声音会发很低，然后发很低的时候我容易破音。OK， 我副中央已经回来了。OK， 快要崩裂术。靠，又被黑暗，有个机车的。干，打不到。贱人。哎、欸、干。在耗我水哦。好吧，我觉得下次好像不要来这边练功了吧。哎呀，来这边练功好像有点。目前对我来说有点，我不知道黑暗技术打得怎么样。因为原本是打算说这边练到80几等，然后80几等之后我要转去龟岛。哦吼，靠背啊！干，我这样也被中黑暗，有没有叽叽叽叽叽叽叽？哎、欸，靠北！我要死了，死！哦，干，有点凶，有点凶，很凶。有没有必要对我这么凶啊？哎、欸，我水快没了、欸。哦，对，我反击可以拿来用啊。
不过我好像以前没有用过这个反击，我看一下这个反击要怎么用。这样，好，我试试看。啊？啥小啊？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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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不要用不要用。干，疯狂 miss， 水都快被耗完了。先跑掉。哦哦，这边有点多。干，有没有搞错啊？这样也被也会。报告，我是快不行了。哎、欸，干又中 miss， 又中黑暗啊，不，又中诅咒，靠，有没有搞错啊？哎、欸，我才给你两等哎、欸，有必要对我这么差吗？OK， 我们走开走开走开！哦，对，好，看一下啊，两点 ，OK， 干，这里中 miss 啊，不不中不不不不中 miss， 中黑暗，我在讲什么东西啊？不要中黑暗，不要中黑暗，快点快点结束，快点结束。OK， 反击点出来了，再来就点怪物护级了、啊。哇靠！一只哇靠！一只大的暗神官嘛，他直接他不给我几趴，好像给我10%吧。对我这么好，啊。OK， 现在201只才1.6%，是因为我看一下。是因为，看一下哦。是因为现在经验加倍没了吗？会不会是最近的活动的经验加倍没有？好像是我也没有看到那个什么西瓜玻璃了。所以最近的经验加倍应该是没了吧？好吧，开始变得难练了。不过这样也好啊。OK， 我蓝水快没了，白水还有，看来只能依靠普攻来打怪了。干，都给我黑暗攻击哦！
怪物户籍 OK， 不过现在才一等，应该没什么伤害。哎、欸，哦，这么屌！干，这也中哦，又中诅咒，超反的。哎、欸，我记得好像哎，蒙说攻速要水哎。欸哦，这样我攻速多少？不知道，试试看啊。我不知道这浓缩攻速药水，我不知道是之前哪里买来的，反正就还拿来试试看啊，就试一下，看有我攻速极限会不会比较高？有比较高吗？哎、欸，搬家家，哎、欸，我只想说搬家家而已，然后你就走了。哎、欸，怎么怪？都遇不到什么怪。看一下哦，186，186是我的身高，梦想中的身高。斗篷，我打斗篷哎、欸。哦，极致的位置，哎、欸，帽子哎、欸，你的帽子没有拿哦。哦，靠呗，又中黑暗。然后离远一点，离远一点，我要离远一点。先坐下休，先坐下休息啊。哎、欸，奇怪，为什么好像都一定会被咬到那几下，怪怪的。我回避率应该没那么低啊，但是就是会被咬到那几下。还是说这边的怪的命中有那么高，有变高就对了。哎、欸，我打到帽子耶，疯狂打到帽子。升等，是哦。OK。然后，我看一下，我记得我有个。未转身，然后我是照这个配点去点的，哦，就照这个配点去点，
看一下攻速186，不知道会不会撑到188哎。那当然好像是说现在的 R 版嘛，好像你要点幸，就是幸运好像要点高一点，但是我不想点，好不好？好，我是纯敏奇，好不好？纯敏奇不点幸运的，要点幸运就给敏豹奇去点好了，好不好？靠，邪象反回避用高，哦，好多那边。哎、欸、靠呀！我们点到那只怪，点错怪。靠哟！又中黑暗，哎、欸，气死人了。嗯，两个苍蝇翅膀飞同一个位置，又改。不过我自己好像没办法练到很多等，因为顶多练个五等左右吧。OK， 怪物护体，我可能之后会去找一些怪比较多一点的地方，然后用怪物护体来刷怪。嘿嘿，
我去哪里？我刚跑去哪里？我们七十五等之后，我们去下面的地下公墓看一下好了，然后不知道他以前现在长怎样。有点多。靠呀。哦。哎，我不想，我可不想客死他乡哎。快升等了，还差10%。哇靠靠靠靠！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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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摇，不要再摇了，靠摇。升等 ，OK， 我们，嘿，这样点，好，干什么声音啊？OK， 现在剩一只恶灵，稍微1%多啊，1.5%。OK， 我要去下面的地下公墓看一下，看看变怪好不好打。不过我觉得依我的预感嘛，应该是不太好打、啊，感觉应该是不太好打的说。干！哎、欸，这根本就在暗示我啊！各位观众朋友，这根本就在暗示我、啊。你看，哦，进去之前要受一下诅咒。哭哭。OK， 我们在这边等一下啊。然后我们顺便来找一下那个，等一下，我记得怪物的话，祭司嘛。哦，暗黑祭司就是8等，我不知道打不打得过，试试看吧。然后来清，哦，好多。然后走，哎，为什么？哎，等，我需要术法，干！哎，靠！等，其他术法差点死掉，好危险啊！这边就是那地下公墓，那我们就来打开啊！哇 ，miss 超严重的，他会剩10次攻击。干，然后一只经验不多，一只经验真的不多。哎，等，有点多，怪有点多。然后这边其实就是这边在
还没有改成阿版之前嘛，这边不是黑暗祭司，暗黑祭司吧？这边不是暗黑祭司，这边以前的另一只不死族怪物叫绿腐尸哦，迷王靠背，迷王干干干干干！哎，我要大家看吗？哦，好吧，反正这集应该快结束了，好吧，大家看啊、哦。我可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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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的。好、哦，可以的，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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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迷王！哦，打死迷王哎、欸！哦，怎么还在受伤？开啊！各位观众朋友，哦，这是我时隔十几年来哦回国之后嘛，第一次用骑士打死迷王，迷幻破音，迷幻之王，好不好？打死迷幻之王了，谢谢。哇，好刺激哦，搞得我都流汗了。好吧，我想我这边应该是练不下去了。对啊，这边其实我已经没办法再练下去了，因为这边的怪等，你看，他，哦，主要是说他那怪，那这祭司等那个比我太高等，那个高等级高我太多了，然后。对啊，等级高的太多啊，然后就也很比较难打，很硬，超硬的。还有他还会瞬时自攻击，然后还会 miss。好吧，这边我们就在这边躺一下好了，好吧，这边躺一下，然后做个结尾。来吧，用力打我吧，拜拜 ，goodbye，OK，、okay, 结束。变成骑士之后第一次倒地。那以前这边就是那个地下公墓的南边啊，然后很多人也是会在这边组队啊，要么就是在修道院门口那边组队，要么就是在这边组队，然后就是都是时代的回忆，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这都是时代的回忆。那在下一集之后，我可能会去找别的地方练功，找比较可能去找更好打的地方啊。那但也是就我想一下还有哪个地方更好打欸，去海洞好不好，去海洞。我们去海洞看看，不过海洞那边的怪应该是比那等级都低，已经应该经验值是跟不上的、啊、好不好？那这边我记得之前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之前这边爆出黑王的时候嘛，然后很多人嘛、哦、黑王出现嘛，然后这边很多人嘛都在这边倒地了，超好玩的哦，这个就是一个回忆。OK， 那我们就可以准备回去了。OK， 那我们这次我们这次就先到这边啊，那就下一集再见，各位拜拜，然后感谢你的收看 ，Goodbye。I'm gonna see you.